激动，上挡板，超喷，超级喷，什么意思？哇，出来了，不错哦。哎，怎样？有时候我就是真的很佩服我自己。还好还好，摄影机有开。啊，你缠到多少？哇，就是你的，就是这样。大家好，大家好，这边是电影有只猫，今天来到台中的金来甲，没错，就是之前就预告过会来这边，而且等一下要办比赛，那我们先来拍一集给大家看看，对，就是看看这边好不好加，因为这边其实我看网上评价蛮两极的，有人说哇烂死了，有些人觉得还不错，还 OK， 而且他这边很多有趣的活动，对，因为他之前是街边，哦对了，因为他们可能还在调整当中，那我们就是很提早的先过来试试看，来挑战看看，看看在状况怎么样，再示范给大家看看。店家因为为了要提供给那个现场比赛的嘛东西，然后我们自己应该也会抽一些东西出来，对，应该也是会送不少东西给你们，所以记得看到后面啦。好，那这边当然除了这种一般的机台之外啊，我们现在一开始啊，先玩这给大家看，这种就是一般的这种街边店哦，比较会有的啦，那种比较玩运气的感觉的。我们四个一二十块玩给大家看，反正就是呢，投钱进去，然后你用这一根啊去吸那个东西。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把手的地方？是，你把它吸起来，然后它就会转。哦，像这样吸这个，我以为有没有吸起来？没吸到啊，那也没吸到，来吸到，然后它就会动。有没有？哇，有没有？好刺激，好刺激。然后有，如果抽到那个，你说红色的那个抽一的话，你就可以抽上面的东西。如果没有，就什么都没有。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哇哇哇 ！GG 哇 GG， 好，没关系，我们就只是玩给大家看而已。体验一下。好，我们去夹真认真的东西。来，这台看起来可疑至极，那边那个紫色的，我们只要爪子顶到它就下来了吧？应该了。哇，各位观众，锁现场没有，它有点锁，再试一试。反正我们这些1000块板就是来帮大家试试店家的嘛，所以我多试一下不会怎样。那个等一下要参赛的观众如果有看到，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先抓一下。有没有？他锁到了，那个过不来，那个绝对过不去的。那就算了。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蔓越莓剥下来。剥到了，有没有？剥了就会下来。感觉它这种奇形怪状的，很容易就是叽里咕噜卡到会滚下来之类的。不知道，试试看，反正就姑且一试喽。哦，我感受到它那种。所以我先直上直下试试看，拔到手，拔不到。这是什么东西？有人看过这东西吗？它感觉长得很好笑。它是狐狸还是狗？它说有了，拔到了，有了，这个还蛮好出的，因为它的形状很奇怪。哇！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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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我们刚刚其实有跟那个这边的老板稍微小认识一下，他说他就是以前就是做那种机台的街边机台，所以我觉得他里面的东西也真的很有那种我们平常去玩街边机台的东西的感觉。哎呦，直接带出来！对啊，他直接带出来，好扯哦。来，昨天呢我们在大创啊，拔了超多这种的，但是他这边好像不太给拔，我们单纯的这个拉出来了没？这个好了。啊有有有有有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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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要出来了。圆罐的很容易，对啊，圆罐的很容易滚。直上直下，顶到，哇，顶错边了，我的错。这是什么？为什么？这年头是出很多这种长得很奇奇怪怪，然后盒装的，然后里面都其实没什么东西的这种零食、啊，专门为零食场设计的一样。就里面很空这样子。这个看起来像茶叶哦。很可疑耶，它就是茶叶吧？还是不是？可是它如果再补一层，就会咕噜咕噜，对啊，咕噜很像。然后老板就会大亏啊。啊，你没有抓到？对，没吸到，我的错，我的错。他右边洞口不能投。有了，抓到。差一点点。你很夸张哦，你很夸张哦。这个也是五星级手背啊。抓了，这包什么东西？直上直下就好了，连甩都不要甩，进去这个洞里。有了，夹到，有没有？好扯哦。这个有问题吧？在台中的金来甲，在我们宁夏路、啊，西屯区宁夏路这边。这个特别好夹啊！那个我们家中间第二个这个，这个哦稍微带一点小甩，有没有舒服？出来！来酵素酵素，这个脖位置也很可以，顶起来哇！那我现在要下班了吧？大家可能忙着下班吧。没关系，我其实也没有追求你们一定要一直理我，我只是好奇而已。以后不要有压力。
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间店的真实情况。可以哦，可以哦。这个纯粹只是觉得这位置不夹好像怪怪的。我跟你说，纯粹想吃而已。顶到拉拨起来，哇，差一点。拨起来，好了。啊，出来，还行。来，我们现在来帮大家示范一下这可爱的东西，就是老板娘啊。他这边可以去抽这个刮刮乐，他们这边就是只要有拍这个拍照打卡，然后 Google 评论的话，他就会送你这個刮刮乐一张。所以是我现在挑一张，你挑一张。如果是一到三号的话，你可以拿到大铲子。一到三号。对啊。哇，39号。39号，那你就只能拿到30块的夹物金。那换我抽一个，换我抽一个。然后，哇。我也是30几号而已，那所以我们就只获60块的夹物金。嗯，那如果说假设不小心啊，你是抽到1到3号，或是4到10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铲子，就像这样，就像这样拿不起来，就像这样直接拿铲子，然后直接铲。啊，你铲到多少，哇，就是你的，就是这样，你就可以拿篮在旁边装，然后直接铲完之后就直接拿起来。有没有？其实很疗愈。本来啦，老板是说他是准备1到10号，然后亏烂，所以有人一铲铲1000多嘛，不会，所以就是有人一铲可以铲到1000多块，所以因为亏烂，所以他现在还调整成1到3号才有，不然会亏死。好像说第一档就做了，就赔了18万的样子，很凶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挑战这件事情。哇，好来，现场观众呢叫我来夹夹看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处理，因为不知道他的爪子有没有搞。先我单纯的哦，先直上直下看看这台这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行，差一点点呢。来，小对啊，小转捏头。可是你这样子，他感觉他会丢回去。哇，出来了，不错哦。哎，怎样？有时候我就是真的很佩服我。还好，摄影机有开。来，我们的观众，他叫阿宽，他是来报名等一下比赛的。我先偷偷给他100块，让他玩一下，因为他其实，哦呦，你这样子搞得好像我们有 say 过一样啊。好，要继续吗？还是下一台？下一台。他也选了这一个狗狗，不错。哎，刚很厉害呢。不错。你有好好拨到，两爪或顶到就出来了。这台很随便的。位置好像怪怪的。哇，没有啦，应该其实是正面跟侧面那个。或然后你可能带，我觉得你带一点小甩好了，小甩两爪夹出来，小甩两爪夹。你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好快。而且其实你刚刚有机会直接拔起来下面那一包，差点就直接出另外一个东西了。有，来后面甩打一下吧，会甩打吧？好难哦。算了，不要了。不甩，不要了。很美。有了吧？哇！跌回去。那给一个认真的建议，你那个有看有没有办法直接抓到白色那一盒，把它抓起来。下面那个。看有没有可能啦，所以你是两爪在后面，一爪在前面，看有没有把它抓起来，看有没有办法。对，两爪后面，一爪前面。对，就是要这样子，他刚好挡住的情况下把它抽起来，他就直接拖爪出来。这是很细节的事情，但不一定啊。这有下去啊，没抽到，没有啊，我的错。还要赌上这一台了。有了，抽到了，水。有，就是这感觉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在同一个那个对话频率上面，他听得懂我。他听得懂你讲。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小补一下画面啊，看大家有没有想要看我们家什么东西、啊。你们有想要看什么东西吗？对啊，大家有想要看。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最近直播有够频繁的，所以大部分东西该示范应该都示范完了。对啊，不是泡芙饭就是饮料饭，所以我们棉花糖。只剩下跟大家闲聊的功能而已了吧。也差不多啊，其实我已经直播快一个小时。对啊，那如果你真的在附近的话，你可以就是来找我们。你除了可以获得，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给你袋子嘛，然后又有很多就是饼干零食可以送你了。哇，大喷，这看起来很可疑，这感觉拉上挡板就会滚下来，就跟我们那天去夹那个湿纸巾一样，所以小吸一下，吸到上挡板，超喷，超级喷，什么意思？
这边三十样就可以转一次转盘，来开始吧。31样，好，可以转一次。好，来，老板娘开转，他这边有幸运奖、头奖跟普奖。哇哇！哦，哇！幸运奖，如果是好一点的话，就是后面这些柜子上的东西啦。那幸运奖的话，刚刚有看过了，就是它会有个机台打开的，随便你拿。由于呢，后面的其实场面有点混乱，所以呢，后面你有看到很多叮叮叮叮叮叮叮出货。哦，那出了不少东西，30几样。那刚刚大家也看到我们抽奖啦，那来，这个是店家加码的东西啊，先跟大家讲，会送这个麻辣鸭血啊。还有这个调和蜜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基本上它是一套的哦。他们送很多东西，这样子一套，总共送3套给大家。三套，然后加一些这些饼干、零食、饮料之类的。所以呢，一样，下面留言啦。那既然店家真的，我们比赛他也送很多东西，然后呢，他也加买给大家那么多东西了。所以呢，来金来夹三个字打下来，然后我们就送东西。然后他这个刚才莫名其妙包到头就直接喷出来，超奇怪。所以就这样啦，那大家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啦。店家是说啦，他们还在调整当中，日后会慢慢的偏向于那个零食场，因为他本来是做娃娃机的，所以之后可能也许会更接近现在零食场也不一定，因为好像有些人的反应是说，他一开始来就是摆的好像很像街边店一样，但不一定哦，你们可以自己来看看，有空的话啦，就这样。所以下面留下金来夹，我就送你麻辣鸭血跟蜂蜜，还有饼干零食啊，还有可能狗狗啦之类的东西啦。大概就这样。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很普通啦，真的是我很普通，就是跟我们去优品啊，去沙发马铃薯啊，去夹子园30-40样嘛，就差不多那样。没有多难夹，也没有多好夹，说真的就那样，对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好，那赶快去留言抽奖，前面还没有抽的。赶快去留言，后面还有好多好多影片等大家。等一下呢，还有这个比赛影片，还有很多活动要送给你们嘛，就像那个比赛一样，所以记得 IG 也赶快去追一下。对，好，那就这样，那为了不要错过后面的影片，还有后面好多好多活动，大家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下次再见，拜拜，拜拜。